给大伙来一个小才艺。好，可以，好不好？好，就来一个大伙熟的歌啊。翻过了一座山，一座山，越过了一道弯，一道弯，撩动白云蓝天蓝，望眼平川大步迈向前，感谢的人间的爱，人间爱，传承了千万年，心里好友笑开颜，梦里梦外尽是春江暖。您是包头本地人吗？是，土生土长。那咱们算老乡，我也是东北人。愣聊啊，我听见挨着吗？这东北人挨着。其实包装的第一代都是对，因为我听说都是那个山西和那个东北人来到这儿。那怎么听都没有鞍山口音呢？我有鞍山口音。哎呀，这鞍山口音呢？终于说话，这是一个老鞍山。大爷辞没辞？辞了，辞了，辞了啊！喝茶辞忙了吗？您是老家哪儿的呀？鞍山，鞍山，辽宁鞍山。我是50年随我父母来的。您在那个包钢负责什么工作呀？机关工作时间长。哦，原来是工人。哦，原来包括机械总厂的工人，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，哪里需要哪里搬，搬到哪儿就往那粘。真好，真好，真好，心态好。大爷还有单压的，阿姨是不是那个东京奥运会刚回来？是不是阿姨？全运会刚。哎呦，真的？真的啊？咱们中国的。你把牌放下，你把牌放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马那个草率了。带券了，好，一比零，带券了。哎呦呀，哥不用接，哥赢了，赢了，哥行了吧？不用接，刚才落这儿了。我要把握这。干嘛？你轻点，轻点。对态度。哇。真的好厉害，左手都能把我打赢，太好！双方可以交换一下球拍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谢谢。